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受到达每一个地方，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家族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，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，掌声欢迎可爱的 TFBOYS。 One two three go， 好欢乐呀，真的，哇，青春无敌嘛，而且就是我们五个在后面一直在说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，我们要跟着一直唱。来，三位给我们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打招呼好不好？来，好，那我介绍王源好了。哦，你介绍王源。好，然后我们组合里的王源，其实我是最棒的啊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组合里面的王源就经常这样跟我们撒谎啊，这个啊，这他们现在很有这种互动的交流，是节目里面，是啊。好，那我就介绍千玺好了啊，千玺呢是我们组合里面最厉害跳舞的，然后挺帅的，是不是？挺帅的。当然，我当然是最帅的。好，你最帅的，你是最帅的，最帅的。是王俊凯，嗯，王俊凯就是我们队里面最老最老，然后最唠叨最唠叨的人。我是最棒的，你是最帅的，他是最老的。分工很明确吗？对，有人负责帅，有人负责跳舞。那是年龄担当。年龄担当，担子好重啊！真的，真的，又时隔一年嘛，上一次是去年的时候。五月份的时候，然后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，然后呢 TFBOY 又来到快乐大饼，看到他们的成长。 对，也长高了，然后也成长了。你们是三个都长高了吗？对今天没有，今天彩排的时候王俊凯跟我们介绍说他有一年都没长了。没有，其实我长了，只是他们俩长得比较多，我看起来不明显。哦，看起来不明显，你也长了是吧？长了，长了。好，那这是一个这个不断成长的三个男孩，那么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各方面的表现啊，也恭喜你们又发表了这个新的专辑，叫做《青春修炼手册》啊。今天也给快乐家族的这个五个哥哥姐姐也都送了他们的专辑，也首先要给我们 TFBOY 来加油。那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加油的小热身。第三名，是那单挑 TFBOYS。面对家中的惩罚，砸一下，你就是砸三下。和强劲的对手，我个人的挑战记录还没有输过。双方到底谁才能笑到最后？不会吧？预备。好，那我觉得是这样。他一个人啊，这个女士优先。没有，我们还是用崔丁壳。好，崔丁壳，来，王源跟那个男的。三。好，王源先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第三轮开局，娜娜显得格外的从容。面对三人的不断进攻，娜娜的棋路明显的攻守兼备。
王俊凯依然善于为全队布局。好， TFBOYS 把歧路打得很开啊，这样可以延长对方的思考时间。哎，娜娜算是一步好棋，如果黑棋放在这两处，黑棋的棋路将会明显的打开。好，娜娜看到了时机，王俊凯堵截，娜娜再开路，千玺再堵截，娜娜再开路，王源再堵截，娜娜另辟蹊径，王俊凯再次下出关键棋，白棋已经完成了三棋相连，娜娜成功堵截。被发现了、哎、对，不得不说娜姐在五子棋的思路上非常的缜密啊。此时黑白两棋交战正酣，赛局一度进入再开路再堵截再开路再堵截的四循环，现在哪一队能率先在迷局当中认清局面，既攻又守，才有机会获胜。中间的队。此时娜娜迎来了关键棋，黑棋开辟左右两路方向，小凯的这一步啊将再一次成为白棋成败的关键。小凯并没有发现左右两路的威胁，娜娜已锁定胜局。好，娜娜赢了。娜娜右侧路即将形成四连棋，不管白棋怎么堵截，黑棋的五子相连也会成为定局。这一轮娜娜获胜。来，我们让王源说一下娜娜怎么赢了。王源的表情，王源你来，你看一眼，看一眼，你往这个区域看，为什么娜娜赢了？现在该他了嘛，对吧？该他，比如说如果他往这摆，哦，谢谢，好，来掌声给他们、哦、哇，是精彩的，好紧张，弄到一种国际比赛的感觉。你们真的，哇，你们刚才真的有国际比赛的感觉，国际五子棋比赛、啊啊、那个其实三个人难下一点， 对，三个人难下一点，因为一个人的思路他其实比较好贯穿。好，那来薇娅哥哥轻一点啊，来三二一走。哎呀，好好，谢谢。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
我们的微信，我们快乐家族的微信特别的精彩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资讯可以跟大家随时分享。是，同时我们也可以为大家送出红包，现在下载快滴打车的软件，与快乐大本营一起参与快乐摇一摇的活动，赢取快乐红包，还有机会获得快乐家族的签名照惊喜大奖。快滴打车，快乐摇一摇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青春修炼大讲堂。那么今天我们来上课的这七位同学呢，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上什么课，他们也并不认识接下来要出场的老师。老师呢会即兴的给我们的同学很多的状况，不能反抗，就是老师给你出什么题，必须想办法去圆满的完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接下来是一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课，叫音乐课。因为我知道又怎么了，娜娜同学。老师，我特别感谢把我和几个穿白衣服的白衣少年放在第一排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你回到你的位置，这是我们两位待会儿来的新同学要坐的位置。师傅。是。他来了，留级的都在第二排，快来。又坐回去了。好，知道不提。大家知道我们学校呢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，那接下来呢要上课的这个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。好了，接下来上音乐课了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音乐老师。老师，对，为什么我们的语文科是音乐老师教的呀？老师的音乐也是体育老师教的呀。这样的呀，是不是有插班的同学要来了？说的对呀。这两位插班的同学呢，由于前段时间在广场舞事业上投入了太多的心血，所以耽误了学习，特此过来好好的复读一次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掌声有请凤凰传奇的林花同学跟曾毅同学。欢迎两位同学。恭喜你，天空之世锦绣霜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恭喜你！出来就开唱了，还唱呢？就因为你俩这年龄层次又拉大了，但是还好有老师在啊，不会拉太大，是吧？请坐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做回老大了。好，欢迎林花同学，欢迎曾毅同学，两位请坐。好了，专心上课。我们上课了。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，就是何老师，你掐我一下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这是我呕心沥血了10年的哎呀妈呀练习法。现在前后两个人为一组，互相掐。来，我掐曾毅。哎呀妈呀！好，妈呀！麦呀吼，麦呀吼，好，前排两位同学，我们互相掐，来。我先掐你。哎呀！我是听到一声猫叫吗？王源，没吃早饭吧，王源同学？来，你掐俊凯同学来。哎呀妈呀！TFBOYS and 凤凰传奇 come to show you that， 大家一起来。像那晚霞，努力拼闯不留遗憾，有风有雨仍有些快乐，不管明天又会怎样啊，幸福有时很简单，敞开心扉用爱去感觉，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，我们一起大声吼一吼，走，
翔，我们阳光快乐起航，我们用爱去徜徉。看到幸福你就拍拍手，我们一起大声吼一吼。看到幸福我想说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们一起跳舞。 One two three four Happy everyone。 欢迎回来，接下来是我们青春修炼大课堂，大课堂的体育课。好，今天上体育课的有我们的凤凰传奇、TFBOYS、快乐家族。今天呢是我们青春版的这个一二三木头人啊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落到最后，好不好？一二三木头人游戏规则：比赛开始后，何老师背对大家数一二三，这时其他人可以从起点出发。当何老师转过身时，其他人则要停止运动，否则回到起点。最后到达终点的人算失败，并将接受残酷惩罚。因为林华今天穿的裙子比较短，我给你一个特权，就是这一关的时候你可以从旁边绕一下。我呢？你那是收视看点，所以就是。那个王俊凯说的这个环节我看过的，维嘉哥老是从上面飞过去，何老师老是被卡住。我其实真正担心的是海涛。好，准备，预备备，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，进。去哪里呀、啊、你？看谁急的都没有莲花姐着急。比谁最慢？你停，要稍微听准，一二三，进。不是，你不好意思，你得适应我好吗？因为大家都已经适应我了。好，准备啊，继续啊。开始，一二三，天。王源是帅的啊，这样。王源，你看一下你旁边娜姐的姿势，你再看一下你旁边花姐的姿势。你知道有一个戏啊，就是说员外家有两个傻儿子呢，一个是这样的，一个是这样的。好，吴昕，你看热闹差不多得了啊。好，来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天。王俊凯。那么可爱呢。我再次提醒吴昕、海涛，你们该出发了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这人群代表太密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何老师他们两个都动了。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。好，王源回到原点。千玺 hold 住啊，千玺不要偷着抠自己的大腿。被我看到了啊，站不稳了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各位看一下谢娜的姿势，也是个不好惹的。好，来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怎么了？佳佳，他应该回到原地。他在空中是吧？他刚才在空中。好，在空中。千玺，你不是一早就在这儿了吗？怎么三四次了，你还在这儿？前面是左腿。哦，现在换右腿了，是不是？换右腿了。俊凯，你怎么在走模特步啊？啊？何老师，何老师，请你动了。动了。动了。你怎么动了？好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一二三，停。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我没动。你没动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本来没动，然后你就观察我有没有观察你。那个头不能动啊。啊，回原点来。好，来，林花已经快胜利了，林花稳住啊，不着急啊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何老师，那个维嘉，你刚刚大喊一声是什么原因？这有谁踢了我一脚？哎呀呀，生气了！就是曾毅，来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
一二三点。胡老师，王俊凯在空中。王俊凯在空中。刚才开始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儿吗？我只说了一个一二三停，你已经飞到这儿了，是快的嘞。加个功。维嘉终于撑不住了。哎，各位，看曾毅和海涛像不像新款的那种海报？那种两个人哈。好，来啊，准备啊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一二三点。好，林花安全过关，维嘉回到原点。王源，你不要偷动啊，你不要偷动好吗？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一二三停。王源，你老是在那抠抠搜搜的，你回去。王源永远有小动作，抠这儿抠那儿的啊。对，好，准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怎么孩子饿了要吃肝啊？来，请大家注意这样一尊思考者。好，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可以举报吗？举报。这位同学是转过去的。哪个？他转过去的。是吗？是。好，回到原点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好，娜娜过关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王老师，千玺在空中。好，算得过，算得过，算得过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何老师，海涛自己不过，他也拦着别人不让别人过。海涛都没动，海涛是谁动了你？是不知道谁有一直在掐我的肉。谁掐你的肉？不是，他们都在掐我的肉。好，四个人都回到原点。最后的冲刺，快！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加哥，加哥，空中，你们是怎么跳过去的？我觉得好难跳过去。好，维嘉回到原点。哎，我真的走了一小步的路程。对，加倍飞到了哈。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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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王俊凯。他过了。好，王源加油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点。加哥动了，他被海涛拽下去了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点。好，算得过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接下来就谜底来了，到底是维嘉还是海涛呢？目前看起来好像两个人有相当长的距离，但是世事难料。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你们还追你？哎呀，来人呐！没有规则了。惩罚涛涛，小朋友知道吗？帮海涛哥哥加，哪里肉多加哪里。来，
没有人会就是冲出来保护我吗？就等一下机制是吗？啊，对，如果有谁要保护涛，何必自取其辱？要保护海涛，你这个时候就说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就不惩罚海涛，惩罚你，类似这样的哈。来，有人吗？三二一，好，没有。等一下，可不可以给我加一个夹子？我也要夹。来吧。综艺的那个，综艺的小拇指拿出来。哦，可以，好，来三，二，小拇指不痛吧？等会儿，三，十指连心哎，二，一，拉，咚，这个慢的真，拔就拔，为什么折磨我？我不就打错，平二有21个数，我没敢拔下来。花姐，您拖着走还行。花姐，您游戏中战斗机。好，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科学实验课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好想把你装进口袋。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准备打算留到10年以后再跟你说。给你买最大的房子，最酷的汽车，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hey, yo, 我们再来一遍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，真心话因为你不在。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